跟大家说一下啊、哦，这回是真的记者来了，咱们的同志，哎，欢迎来农村来搞，哎，搞现场，宣传，哎，来，我们准备了欢迎仪式，好，谢，哎，来感受海南文化，来，祝愿。遐多外公话不？遐哪？遐多不？对。哦，那每度米都不用讲的不？哎，一条噶。好噶。这个人来边每度都米不用讲的不？嗯。噶，对数了，不用倒得过来，那个人叫不着我，对吧？坐。村里面来记者了，这回是真来的，不是来真来真来哦。但是我又担心呢，拿北京来记者呢，人家讲英语的，所以呢，我的建议是跟大家这样：如果人家不问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说；如果他问了你呢，你们也不要说，好不好？大家开心一点，不要愁眉苦脸的。要不行，这样吧，我安排你们找个地方先住一下，好吧？我通知你们再出来啊、哦。对，不要乱走。好不好？等下在村里面乱走，人家拍。你看穿那个衣服，形象就不好嘛，都不像是。你们还穿那拖鞋？大家有什么意见呢？大胆提，我来进个。你先到外面先打一个月工，见一下大同事。你打那鱼没有前途的。是啊。打鱼哪里挣得了钱？你就送到这里了。快点你要看，你要拍正规的还是不正规的？那当然是正规的。你正规的谁看、啊？不乱讲，就电视台让播这种东西，必须得让播。你播正规的谁看呢、啊？你不要插话喽！哎呀，讲完去了，就那个他叫小高，他原来就是乱写，他也不是记者啊。他写我们是团伙的嘛，开玩笑，团队，懂不？后来我们就把他留在村里面，他也挺喜欢的，是吧？对，很喜欢。干嘛？爸爸，你先进去一下。一会儿我拿饭过来给你啊。好。待着啊，没事。有什么你再喊我啊。好的。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啊。莫叔对我很好。莫叔对我很好。村民都出去打工了。平时拍视频都很开心。莫叔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就这样了啊。就差不多，村民采访就好。那你去忙去了，等一下我要采访我再叫你了。去忙。你们采访的话是要讲真话呢，还是讲假话呢？如果是讲真话的话，那不能讲。讲假话我可以随便讲，那具体要看你们问什么。说什么？我又没认识字，听又听不懂，学又学不会。拍视频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没有什么技巧的，只要你肯努力。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专业知识，你要慢慢的学习，很多东西是要积累的。除了你不停的努力，投入越来越大，你的作品越来越好，慢慢的你没钱了，你就不想拍了。所以说你不努力，你怎么会知道倒闭呢？所以我这是我对短视频的理解。对吧？
人家记者来，不能丢海南人的脸。哎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海南呢，都是这么吃椰子的，很正常的。棒，是不是棒？哦，很嫩是吧？嫩，嫩肉，是吧？让记者同志尝一下海南的特色哦，月宝。哦，好，这种满满的。走，吃饭去，吃饭，人家来吃饭了。开玩笑，那么早来。快，到处乱走。哎呀，好走。咬，快点，咬咯，咬吧，咬，我抓你啊！好，现在开烤，那么小，太残忍了，吃得香啊！你替我做主吧。也可以，我们刚刚砍的那个椰子树啊，你看，像麦穗这样，这种炖老鹅是最香的。哎，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美食。的万人空巷呢，说明这是个好兆头嘛。嘿，人家欢迎记者的万人空巷都用这个词语的。哦，开始好的，搞完了，终于开始，开始。来，这样子。哦，好，这种棒，我就跟用力拔的，用力拔了出来，用力。哦，这个大，哦，大了，哦，你一下拔那么大，力哥刚刚来了，干嘛过来就走呢？羊腰，哎，那汤的。阳台搞热，来尝一下。我帮你们分一下，一人一拿。